各位乡亲，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九月三十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亚运上新的消息。这一届杭州亚运，咱台湾参加柔道比赛选手杨永辉甲林丁玲两个人是拢摕到金牌。因昨昏暗时也回国，杨永辉伫机场甲因阿母相谈，除了感谢外界支持，伊特别感谢因阿兄一路的陪伴。接下来两个人会做伙拍拼。继续要拼明年的巴黎奥运。看到亲人杨永辉激动向前揽做伙，伫杭州奥运柔道项目双双夺金的杨永辉甲林金玲，直到暗时等来桃园机场体育所出动真侪人接机，马上也到场欢迎杨永辉哥。两个选手挂金牌，甲大家分享因的欢喜。才多过一六十岁生日的杨永辉表示，这是上赞的生日礼物。伊不止献花红霞哥，佮特别红霞哥挂金牌，感谢伊一路陪伴。再来，我想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哥哥，不管他成为在哪一个阶段，成为什么角色，他都是一直陪着我一起努力，然后往同一个目标在前进。然后这一次能够一起见证到这惊奇的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杨永辉是台湾奥运柔道队所得金，也是台湾奥运史上第100金。林金玲了后也是台湾柔道女子第一金。伊四摆征战奥运，感谢大家一直给支持。不是只有我们两个，是我们整个柔道一起努力下来的成果，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柔道，谢谢大家。十多年来，可能和35岁林金玲总算摕亚运金牌，帅气伊甲杨永辉小可休困，就要继续拼二零二四巴黎奥运。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二八表示，中国当地咧想办法要拼过美国，加入全球掌权的力量。台湾是全球生产半导体重要的所在，台海对全球航运有相当的重要性。已经过，台海若是发生危机，会大大影响全球的经济。全球不少国家是拢甲中国讲，叫因唔通乌白起诉。再来，咱来看联合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全台湾有374间卫生所有医师的编制，却是无医生的卫生所。三年来，为38间增加到71间。等是增加87%，编制医师欠人的情形是增加要53%，其中头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苗栗甲云林。后来，咱来看《中国时报》，营养一空白课纲，教育部推动高中生建立学习历程档案，为111学年开始，甲升学白做伙。不过，根据统计，这两年是无甲一半的考生透过学习历程档案来升学。有教育团体就认为讲，这个方式已经让高中生学习的态度走进去，应该卖给升学白做伙。那教育部是讲，学生若是为着要升学，超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美化这些资料，等到是会影响大学对因的评价。再来，咱来关心台南本土的天狗日，到达是已经超过10,000例啊！即马中秋的连假，民众是来来去去，疫情的风险是更加大。台南市府都提醒大家，要是爱注意摒扫环境，若是伫咧外口烘肉，会当全蠓仔水，较袂去予蠓咬。统一顶管伫社区喷药啊，喷甲真详细。就算冬出连假，专业的工课又还是照常进行，无希望天狗的疫情继续扩散。台南市本土天狗的疫情到达已经超过10,000例。面对冬出连假，台南市政府表示，放假袂因为休假就休困，所以市府会落实冬出放假，毋过防疫无放假。因为放假嘛，袂因为放假就无要加人啊。所以吼，迄个咱的防疫人员嘛，是拢有出去做化学防治啊，还是资深员清除啊。另外，天狗的疫情较严重的南区，有里长招里民做伙做红包的中药包，内底家己备种中药材，回去会当挂伫门口，较无蠓。大中里里长表示，到今已经做1,800外包，特别分散。因应中秋连假，最近阁会做200包，互里民免回来领。咱即摆登革热吼足严重，所以即退顿肯定要棉被，较无蠓啊。退顿掉，蠓啊较袂活。
伊目前已经做差不多1800多包，然后一寡里面免费来摕，会当摕等于厝里吊门口做一个防蚊的措施。卫生局嘛提醒民众，厝外烘麦时阵，除了爱喷防止互蚊仔咬蚊仔水，嘛建议爱穿浅色的长䊈长裤。爱特别注意的是，蚊仔拢伫下晡4-5点出现较济，会当先开火时阵上好。唔忙人家结束，已经就会较缓和。记者钟怡辉、邱昭荣综合报道。人讲中秋食月饼，看月娘。不过其实，敢若三分之一的中秋节，拄好会当看到上圆的月娘。今年是从2015年以来，会当伫咧中秋看到上圆的月娘。然后后一届，都要等到2037年才有机会会当看到啊。想要留下来看月亮。如果我们还没走的话，趁这个机会，就是刚好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赏月。下晡头日日吃饭吧，暗时啊抬头看月亮。今年的中秋佳节，民众了闲不妨抬头看天顶，有机会看到将近10年来上圆的中秋月圆。有时候是14号比较圆，有时候是16号比较圆，有时候是17号。那15号比较圆的这个几率大概是40%。今年的就比较特别的是，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会是台湾的晚上最圆。这个情况要追溯到10年前。天文馆做说明，每个月的月圆大部分是伫农历13至17，想要伫中秋节农历8月15多去拄到月上圆，敢若1/3的机会。第21世纪，敢若37届。有的情况圆的时间点是在就是美国适合观看月亮的时候，可是对台湾那样它就不适合观看。在下一次要中秋适逢满月，已经要是6-7年之后的事情。若早错过这个机会，后一届都要听候到2037年。在这个当时，因为受到东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有落雨的机会，所以民众想要赏月，天气是不是会当配合，这拢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现在的人中秋的时阵是真时惊烘肉，不过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哦。有医师讲，永过肉有一个患者，在烘肉的时阵去予火炭哔哔叭叭的火车去喷到目睭，结果伊的目睭一个角膜全咧烫着伤。医师建议，在烘肉的时阵尽量莫点伫咧烘尾，或者是挂护目镜会较安全。用火炭去烘肉，天气来香公公。而到中秋节，一大堆民众去台北大家和平公园去烘肉过节。不过在烘肉的时阵，火炭若憋气喷出来，火虎常常会红烫着。有民众就教你撇步。买二胎应该不会喷到，而且有闪风向啊。它像这个啊，比较安全的炭，一块一块它都不会碎掉。现在盖起来就不会被喷到了，对不对？而且还可以遮阳。民众有家己自保的方式，不过有眼科医师在面册分享讲，卖有患者烘肉的时阵火炭憋气，喷出来碎片是喷入去目睭内，结果目睭的角膜有一角随着烘到湿去。这个个案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下风处，那别人在扇风的时候，这个火星喷发上来就碰触到他的眼角膜，造成他的这个眼角膜的蛋白有灼伤的情况。医师是建议讲，烘肉的时阵，莫徛伫下方的所在，无就是爱挂保护的目镜，拢会当降低风险。另外，网络讲，若挂温型目镜来烘肉，温型目镜有可能会氧气。对这小事讲，这件代志理论上未发生。另外，之前因为新冠疫情停办2年的桃园中立烘鸡来烘肉，今年总算搁举行啊。总共10样啊。所以你们自己有准备很多。还有虾，对，我们自己有准备。现在。除了办联合烘肉宴会，也邀请附近的大学、高中的社团来现场唱歌跳舞，要让来参加烘肉的人都会当吃了欢喜，生活够本。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屏东明阳工厂爆炸案件发生到今，也有一个员工还未找到，消防人员是继续在现场在找人。另外，检方也赶紧在调查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有找明阳姓郑协理去征询。马进定伊有涉嫌犯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等等的罪嫌，先后是以450万交保。小甲臭蛋，敢若村骨街下工厂外口怪手只工具机，当去清理现场。绵阳大火了后第8天，拄啊是中秋节，不过消防人员无休困，伫事故现场持续敲锤，因为最后一个失联的员工、线部的班长也未找到，加上逐工到现场听候，坚强的款，让人看到真唔甘。
二楼的地板哈，再扩大它的层面，把它打清楚，然后再扩大我们搜寻的一个范围哈。那希望可以在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哈，那个复兴我们的班长能够让我们找到。就准备中道高速到现场，魏文消防弟兄嘛关心敲锤进度。二高消防局派44个消防员全面敲锤，希望会当伫中秋节传来好消息。除了敲锤、检方持续精进涉案人员，伫民用董事长刘安和加总经理李英贤了后，二八阁精进一个新店协理。9月28日侦讯该公司郑姓协理，讯后任被告郑姓协理亦涉犯刑法第173条第二项公共危险，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以及刑法第284条过失伤害等罪嫌。新店协理被检方认定犯罪嫌疑重大，讯问了后以45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中央地方政府加检警持续针对民用大火进行相关的调查，除了查清楚责任是谁，要追究所责，嘛要做检讨，希望未来卖个类似悲剧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就是台北市大直人家厝入去的这个案件，市府在二八就住户召开公办途径的说明会，因提出4种方案。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讲，会尊重住户意愿来决定中间的方案，嘛会赶紧来推动。住户能够安顿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说明，再来台北街叫做4项入去的公屋25号的住户，台北市都发局二八暗时是第一摆办公办多间的说明会，这基地范围涵盖发局都提出4个方案，包括初期的厝，但一基地 A 区用这种类是42%、72%两种，而且加上当边隔壁的 B 区用这种类有80%甚至100%的方案。他们有针对我们的一些范围跟方案的提出一些包含的可能是一些造价的问题啦，未来分配啦，或者是成本时间。不过今日选公办多间，要经过25号受灾户的投票，要超过规定的75%才会通过。另外10月中第二场说明会 ，B 区的住户嘛要到75%同意，才有可能有100%用这种的。嘛因为安尼，这住户嘛表达讲想要搁了解其他建商的条件，嘛有人认为市府有诚意，希望大家有共识。A 加 B 的方案对我们来讲是最有利的。听完都发局的解释之后，我们有几户就开始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倾向于公办独耕的这个方向来考虑？我们如果再跟基泰合建，不是像他讲的什么一坪换一坪，还有一个车位，那个讲法太抽象了。我们最重要一定是依照住户他们的意愿，接下来每一周会有3天，我们都会派员驻点来针对住户提的各项问题进行说明。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讲会尊重住户的意愿来决定未来重建的方向，嘛用上紧的程序来帮助民众重建家园。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第一站会有一只中国的渔船啊，头先是来咱新竹西北平的领海非法掠鱼啊。这只中国的渔船啊，唔呐拒绝咱的海巡上船检查，甚至搁弄咱海巡的船。罗美秋包括船长，还有船员，拢总17个人。连人挂船拢总是交押返来台湾，而且以妨害公务的罪嫌来移送法办。船长，马上停车！马上停车！警示声大响，话已经停落来，船长拢无插，向顺风舱步步进逼。人闪开，人闪开，人先去右侧。渔船弄了，搁再弄，海硬喷真高，海船人员警惕后，抓准时机强势上船。他的船身插的这个拒绝登检的一个铁条，其实它不是船只在做鱼捞作业里面必备的一个设备，所以知道他对我们这个登检其实已经有做好相关的一个不配合的准备。船身大大二万二，原来起诉的是中国籍渔船，重量200吨，为福建出发，二九早起8点外潜入咱领海，在新竹411海里的所在非法挖界掠鱼。船长一家人唔呐拒绝临检，阁冲浪咱的舰艇，海巡强挖上船，船顶超过20000公斤的鱼血全部弹落海。LED 灯板已经掉落在船侧，那在后方的这个栏杆是比较明显受损，已经内凹了。海巡舰真侪所在受损，初步估计维修要100万，因为对岸渔船船身阁会装铁钩啊，要先检查，对了要追究赔偿责任。海巡阁出动特勤队，全身武装戒备，连人甲船压解回台。我哪敢撞？你越界？没有啊。你没有越界？那台湾人干嘛抓你啊？我
我又不知道啊，我以为这个是。今年前八个月，海巡取得外界掠鱼中国籍的500多件，这届唔拿不收准假，针对外界掠鱼的罚款，中国船长船员17人也会照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家己做的头一只畅水舰海鲲号正式对外公开，专案小组的召集人黄树光之前也出来讲，有立委阻挡畅水舰的制作，而且佫把资料送予中国的大使馆。前海军的顾问郭树光，这个人是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那马文君是强调讲，伊家己的清白，要求黄树光都爱把话讲予清楚。点名的立委跟厂商都不知道是谁，你们自己去猜猜吧。马公布有立委伫个主动将水南国造国家资料等予中国大使馆，暗过黄树光二被接受访问的时阵，无愿意讲姓名。前海军顾问郭树直接点名国民党立委马文君。马文君确实把资料转给了国外的国安单位，他说这是台湾的国会议员。马姓的国会议员提供的，外国人为什么会直接找马文君说我们要看那些资料？马文君这个东西你百口莫辩，你知道吗？有立委或者有军火商，甚至有出卖情资给中共大使馆，这是严重的叛国行为。黄曙光出来说清楚，到底是谁？马文君讲，这种影响国安的严重指控，未乌白承认。民进党立委陈文平伫面书写文章，要求检察官爱主动立案，调查是不是有立委泄露潜水舰的机密事件，无调查就是法务部失职。社会上所提到的特定对象，我想没办法评论哈，是否为真，是否为假。一面指控者可能要提出证据，另外一面我会建议司法单位应该要介入调查清楚。那有必要再编列预算，再用这个基础再去编列必要的预算，那立法院一定会来支持。民众党立委柯兴万表示，家己制作潜水舰不应该太过着急。重点是要确保后续潜水舰会当安全服役。潜水舰是属于战术性的武器，对台海防卫有战略意义。朝野立委未少表明支持潜水舰国造，国共相关的预算原来会严格监督。记者综合报道。龙州航肉有未少民众会用加速炉来烘，不过这烘的加速管啊，若是直接弹落粪扫车，是真危险哦。提醒民众都要找空地啊。把加速排好清洁了后，才交予主管回收车，才袂造成爆炸意外。大家拢爱在中秋节招朋友做伙烘肉，也袂少人会选择用加速炉来烘。不过，若是有用不完的加速罐啊，大家拢安怎处理？哦，在家里就是分开来装袋，然后会跟清洁科讲说，回收的时候跟他讲说要另外放。有时啊吼，用不了，咱吼。可以把它破坏掉啊！上局呼吁民众用不完的加速管啊，一定要找一个空地，把内底的加速排好清气，千万唔通把加速管啊占去一般的粪扫车，才袂去造成危险。你不要把这个废弃的瓦斯罐或是压缩容器直接丢入垃圾桶，因为这样容易造成垃圾车在收垃圾的时候压缩到这些废弃瓦斯罐，造成瓦斯外泄，那遇到火花就会造成爆炸。环保局把准备在10月12日举办活动。民众只要提加输管啊，到现场回收，得当换着生活用品。另外，卖用四包的口罐，呼吁民众爱做好回收。完包紧收，所谓的完就是要把内容物彻底把它用完。那包要把它独立包装好，然后要加饰一些警语，然后才能够很安全的交付给我们的支收车啊来做收受。环保局把提醒。国外加速管啊，千万袂当放伫长时间即个日头的所在，以免发生加速管啊爆炸的危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9月初10的时阵，嘉义落大水雨，车辆客是规个溢出来。伫苏台82线快速公路甲嘉义关中河交流道下骹是淹水真严重，有立委就请水利署甲乡公所等等的单位去北江溪会勘。希望会当解决水路的问题。北江溪边发甲比暴下悬的杂草，边啊永庆一号桥下骹拢是满满的烂土。900公尺外，永庆二号桥下骹的下南溪嘛是烧伤的状况。嘉义水上乡公所表示，9月初10迄个淹水较严重，就是北江溪甲赤兰溪水道无疏通所造成的。赤兰溪、八掌溪吼，长期以来都没有去做疏浚，大概吼已经有6-7年了，所以它现在它的河床非常的高，河道非常的狭窄。
第五河川分数指出，疏通水道了后，产生的土荒，因为无所在通放，地主工课无法度按照当初规划来进行。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专工罗南来会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土方遭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目前就是疏浚的土方哈、哦，那去化有一些困难哦，就没有需求啦，就是说大家没有这个需求。那甚至我们现在都是零元的哈、哦，还是没有人需要这些土方哦。现在是有找到八掌溪台塘的一块土地，在这个台一线的旁边啊，也在八掌溪的临近的地方。啊，看起来是非常的适合作为土方的一个战制场。要放土方的迄个土地，台糖进前就已经说予青龙。刘伟表示，会去协调处理解约甲赔偿的问题。若是顺利，就会当解决苏浚所产生的土方。等到雨水期结束了后，就会开始进行北中溪的疏通工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高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4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高31度。咱来看寒岛地区，27、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